调整调风有黄柳，瑞士大乐文化优。在起潮汕民歌啊，好在闹在烧着很牢固诶。这故事潮汕处王根起，接着故事京都帝王府潮汕百姓家。作为一个普通百姓，咱可能好好想想当迄阵时嘅潮汕民歌，总有变起啊个王根白影。事实唐朝很牢固诶个意思是当那个潮汕民歌是皇家王家统一嘅模式去建造嘅。无论是从建筑规模或者是建筑形制上，拢体现出了辉煌的气度。遐究竟那个潮汕民歌起到就有几时呢？今日就要从我先我来制作口虎白虎回去。庆春街民歌堂。始建于北宋年间，位于潮州市区的口虎白虎是目在可见的加沙的潮汕民歌古琴堂。口虎白虎名字一直在八百平方里，至今仍保留北宋时期的平民铺吉的形制，是全国罕有的宋代民歌建筑。这座建筑气势恢宏，古朴大气，是潮汕后代民歌四百多车的雏形。从这座冷地界古民歌最冲荡，咱大概就可以推出潮汕民歌自古样已是气势不凡。伊起座厝呢是作为湖北湖北个个湖湖台啊，结果伊呢伊确实也是参照环境来起啊。准了我这个蛋呢，伊到冬天熬呢是根本就有结亏，伊头面最主要部门呢是作为公共部门。就是包括祭台啊，包括家己各件各样活动个，后半就部门就是个私密个，就是拜老公啊、客气个，所以就讲咱拍比如当作咱讲咱现在个环境啊、古建病又是在天后前，哎，即个就这个。其实个呢，伊左右就说每是每一个单元是独立个，伊个门好关好开，如果关落就是独立个小单元，就是讲咱。但咱个环境，介只三间六年咧，伊就是直播红直播红租下咗一个大间屋空，所以只个从形式上来谈，我是个环境个布局是唔一样个，不过就是比环境更独少。潮汕民歌夹夹宏大的形声，带啲温暖嘅方言嘅回应。亦是明清时期潮汕地区南菜谱一处，直配水乡金榜高堂、合瓜子来宝、饼宝小子、大理寺庆、太小寺庆、御寺、安插寺等，这批是故乡党衣锦还乡，为光宗耀祖、斗志当今兴建舞台。据说某些唐清甚至的高皇帝同爱被特赫按照皇家廷的格局建造主体，因此这座庭院吸收消费了东方闽南建筑精华，并大大发展眺望，使潮汕民歌到气派上精神直跳。咱台下几古建筑的来嘛，哦，都是用红色、红青啊，都。红条啊，红鸟啊，搞的都是用红啊。潮汕建筑也搞的是用红来色。美国当然红的指甲啊，哦，这指甲是非常明显，非常明显。包括那个香木啊，比较好在都是用红色。这是一方面，加一方面呢，就当咱潮汕建筑非常在用遐个
乌漆正金啊，红漆正金啊，只想要甲王家拢平了个，所以就那啦，王啊，伊个调查处王经起，佮是密随随便便打，确实是好在物件是从历史淌落来，值得去遐补充落来。为普利阿央，伊同关时期要跟当主席提督工友及其兄弟也走个的案例，兼地面者多达5.9万平方米。规模宏大，布局壮阔，是民歌堂极为罕见的古代式巨型建筑主观。要说民歌极其宏大，形成个对自然环境时，青岛改道海景貌，从岩头中起攀仰道，到山头开步，直逼万里江，数以百万计大批钓人仰道鸳鸯，海挂苍蝇。直开潮汕乡办江心曲起，累积巨额财富。伊能从南洋移金方向，有足够的财力建造后台，将潮汕民歌的建筑推升到更高的层次。像重庆公司、邓子宽古歌等，拢是积极时期李挂标签或向新疆的民歌建筑。今早到开放大气的潮汕民歌来台，咱可以想象出当年衣锦还乡的潮汕人民是着勇敢甲自豪。当将伊人也相当聪明，到起初的时候充分考虑着潮汕的几处特点，比如单单高温多雨，热天时日多太阳，几处特点去处理避害。伊人到设计房屋的时候，就会充分考虑厝顶的设计啊、房屋的朝向啊，还有山丘设计等等。拢体现出了贵人的智慧。潮汕平原濒临南海，江河纵花水灯密布。潮汕民歌的主乐大多选址依山傍水，高近河流，易登水仓，既考虑荒水的形势关系，护荫抱养，要方便生活家常。潮汕民歌基本类型有下山虎、四点金、五改背、四百拖车、八角桥荒等。下山虎俗称三改两重桥，有板有厅有厅者，自成娱乐，适合小户人家居住。四点金本自有路径，平民阶级为以板兴为基础的九间的形式，因四面山丘像亨字的金字而得名。四百拖车属于三路四重处，即建筑主体为一座三重路，左右或是路条出行或重处拱门，或是四座四点金及火行拱门等，是规模宏大、布局严峻的建筑群。至于八角桥荒，即是以一座三座路为建筑主体，由直八街厅房为客子升级大兴后庭。潮汕地处亚热带，高温多雨，夏季偶发大旱。为适应本地地理气候特点，潮汕民歌的演讲充分体现出潮汕人民的聪明和智慧。由于日照南下，潮汕民歌大多坐北向南，潮汕民歌的厝顶多采用岩山石造房，即是将林木苗全部封起到山丘内，左右路段不跳出山丘之外，利于抗风防火。民歌厝顶只有格子，利于排去雨水，而且即种直刷平茫南直播，花可以降低透风阻拦，使厝顶令尽量的升温，既改善采光，又使体现更强气派。另外，潮汕民歌十分主动男儿子将来交流，体现浪流古板。
江南徛到天灯来抗灾，向外台必须台脚个天。天灯个风险而在落个恶疾，必须留有七月半个空间。坐到天来，就会在晴空高台迎接变幻。天意来到天帮而其他呼吸阳毒之间，有闪浪两浪相亮，利益黄好黄晒，也造出一个十分合理舒适的生活空间。接下来作为一个行动人，到一个叫宽敞明亮开阔的环境来到，感觉也是相当舒服的。唔知道你有注意到一点，就是咱个潮汕民歌都以听者为中心，听帮环顾四周，大厅都会开放个，而帮个门往往是向来开个。之前外封闭来开放个，强度较低，事实也甲咱潮汕人个精神文化相当个不合。咱再来看一下。潮汕民歌继承东汪乡食燕落食传统，民歌通宵由两部分组成，在部分为挂鼎，后部分为主座强档，即后厨形成在鼎后厨的总体结构。燕落卜龙大帅拢有燕超为客，形成独立门口的燕落食形态。潮汕民歌四位有围超、围厨、创宝烘皮。外超不开厅，学开水厅，形成而挂界风格界对挂封闭形态。直到天意来报，总个特点是天者为中心，黄府听帮、听大帮帅、听明帮暗、听食帮平。为适应炎热天气，天灯都会强开些。办学门口多来向挂开放，听信对来强开的特点。潮汕民歌之前挂封闭来开放的积极设置，充分体现出潮汕人的对挂平花字体来念含强，而家庭内部即乡心凝聚、密切相依的生活对口及处事态度。潮汕民歌多强独空间上，花讲究特殊性。黄杨道强独上，讲究竹葱分明、家乡分明、内外分明、乡北分明。主要厅灯拢位于东北东洋方位，体现出家族内代将有无数尊卑上的介绍人民的伦理关系。潮汕民歌从其布局、朝向、尺寸、步调、到高架装饰等，拢包含着十分深厚的荒水文化。从天然陶制的荒水地，到偶乡山丘的造型，到在生后的瓦摆，到天者的排水设备，到天灯地碑的铺设，拢有严谨的讲究和含义，体现出潮汕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传承。潮汕民歌大量采用石雕、木雕、插画、花上、砍瓷等民间工艺进行装饰。精美的木雕、精细的石雕、精妙的插画、精致的砍瓷、精雅的花上，使潮汕民歌显现出精致细致、豪华艳丽、魅力独孤的风采韵味，到国内民歌当极为罕见，令人惊叹。古老独特的潮汕民歌，是咱研究潮汕强独文化、潮汕生命生活以及当局古村落直逼非常高档、不可多得的生活之窗。观众朋友，咱这期的节目呢就到此。如果你对咱个潮汕文化有感兴趣的话，也欢迎你到我个微信公众号“瑞士大乐处理间”来对留言，咱共同来探讨潮汕文化。
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那下次再会。